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震撼新闻。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向媒体说，他过去从来没有说过马哈迪贪污，这个言论引起全国哗然。因为许多关心政治的人、出席过行动党政治演说的人，或在报章上、网络看过林吉祥文告的，听到林吉祥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要怀疑自己的记性出错，不然就是林吉祥说谎了。难怪有人说行动党是漂白水，以前漂白伊斯兰党，现在漂白敦马，原理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政权的官位。可是敦马在位的22年，林吉祥也骂足了22年，所骂骂的内容是指马哈迪主义，包括朋党群带，指马哈迪贪污治国，要求设黄委会查马哈迪的丑闻。现在他否认他曾经说过，你又能对他怎么样呢？无独有偶，他的儿子也是我们的财长林冠英，曾在国会上为了抹黑国政，指责国政抢劫消费税退税，事后经过公账会的查明，钱没有不见。在国会议长的包庇下，他无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他还叫反对党放马过来，你又能对林冠英怎么样呢？把黑的说成白，把白的说成黑，我们的确也不能对林吉祥和林冠英怎么样。有句话说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，人不要脸则天下无敌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聊。